wanna know just where.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我这边楼层的房子。今天带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里农村几十年的变化，看一下现在新农村的面貌。后面这座房是我出生的地方，你看已经很多年没住人了。我十岁的时候搬出去，现在已经院里长满了荒草。现在像这样的房子基本上没人住了，这里的新农村建设非常好，人们都住上了楼房。我后面这个就是我们这里新农村的楼房，现在这座楼房盖下来只需要20多万元，而且政府还会补贴几万元。现在国家对新农村的建设支持越来越大，祖国越来越强大了，厉害了我的国。这么大的二层小洋楼带一个院子，在我们这里只需要20多万元，你们当地需要多少钱？